抽几把龙珠，给你钱，抽吧！我就不信我抽不到小号，多拿几个，一号大龙珠，一号大龙珠，哎，49号，一号大龙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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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53号，再抽一张，一号大龙珠，一号大龙珠，84号，最后一把，小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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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81号。哎，胖丫，你这到底有没有小号啊？你是不是把小号都藏起来了？哎，你没抽中是你手气不好，那怨谁呢？你把我手上啥人呢？我是那种诚信小卖部吗？你说的也对，我就剩2毛钱了，要不你让我再抽一把吧？这抽龙珠是5毛一把，你这2毛也不够啊。要不你抽个现金大奖吧，2毛一次。那好吧，我抽哪一个呢？哪一个呢？哪个是大奖呢？哎，就你吧。你是买点好吃的，你是在抽几把龙珠呢？我啥也不买，啥也不抽，我就要钱。给20。我进老板，我小卖部，交出去了。哎呦，亏死了！看来这个现金抽奖不应该让他抽了。哎，你们说，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收起来？好呀，抽把龙珠。龙珠5毛，你看4毛，差1毛。哎呀，你大家大业的，不差这一毛。我选哪个呢？哪个是一号呢？就你吧。难道胖丫和酸菜是一伙的？哎，这是什么？里面还装个纸条，这是什么呢？大几千，369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一定是暗示抽奖的号吧？嘿嘿，有了，这里边放2个大龙珠，把那2块也放进去。放哪儿呢？哎，放这儿吧。再放一个大奖10块，放这儿吧。最后这个肚子放一个100块的大奖。最后啊，把这个爱心的封面给它封上。好呀，哎，我抽碗龙，哎，东乐新做的，里边有好几个现金大奖呢。难道这个东西就是预示着动动乐的那个369吗？试一下吧。手里拿着什么呀？发什么呆呀？你到底玩不玩啊？当然玩了。
来，我抽三把，赶紧抽吧。好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先看看这个第三个里面有什么。哇，10块，那这个呢？2块，2块也不错哦。那这个呢？哇，100块、啊！这东东的抽的也太划算了吧！哎呀，我走了。我这三个大脚的准确位置呢？快点，给我拿一个红包袋。啊，好嘞。给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往哪儿给呢？多少钱呀？哦，看小人书呢，走神了，算了算了。啊，算算了是多少钱呀？算了就是不要钱，走吧走吧。哦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那这一个老三仔多少钱？哎呀，看我说真烦，算了。哎，胖妞，给我算算这个多少钱？呀，要这么多呀？给你算算啊，一共18。这个算了没？算了。这个算了没？算了。这个呢？算了。这个呢？算了。那这个呢？算了算了。哎，这怎么不掏钱就走了？为什么呀？朋友们呀，你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天天熬夜呀，熬得我是耳聋眼花，太难受了。胖爷，哎呦，这是咋了？咋不咋，关你啥事？你要干嘛？快点说，困着呢。我抽龙柱真是熬夜了吧？看你眼睛熬得跟国宝一样。就你废话多，你说什么都听不清楚。抽龙柱是吧？给。我要抽到1号大龙珠，就你了！1号大龙珠！哇，我中了15号！什么？一上来就中个5号？行行，我给你拿，给你。啊？那我再抽吧啊！1号大龙珠！哇，我中了81号！什么？这81号？我给你兑啊！哎，你手气今天咋这么好呢？给你。怕你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怎么了？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对对对，那我再抽吧啊！1号大龙珠！哎，61号。啥？61号？你骂个谁呢？从小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。什么什么从小我就不是个好东西？你什么你？赶紧拿着你的球走，谁不走我揍你了啊！走就走，莫名其妙。